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岳阳，我们走的是湘北大道，这是一个新城区，应该是我们从岳阳南下的高速。这个新城区呢，我们还是很少走，我们一般走老城区。岳阳啊，它是湖南北边的一个城市，挨着洞庭湖，过去就是湖北。岳阳呢简称为80，车牌号码呢为湘 F。 岳阳啊，它的 GDP 呢在湖南是排第二名，但是呢和长沙的距离相差的大，同时呢它是个三线城市，好像湖南省唯一的吧。我们现在走这条路呢确实是新的，我们看一看，现在叫湘北大道。目前这边呢都是汽车城和一些自建的房子，还没到市区，应该还没到中心市区，以前没有走过这条路，今天我们走走看看吧，就看一下这个新城区情况如何，有机会我们再看一下老城区吧。等到满头白发，孩子们都长大，我陪着你去看天涯海角的浪花。这个新城区啊，我看了一下，这房屋啊都不高，都是那种自建房，没有，好像没有那种高楼大厦，也没有那种城市用房，可能就是当初这样规划的吧。因为这条路呢是连接高速的嘛。哦，这边有一个湖南理工学院，是刚才走过来的，有一路啊都有学院，这是第三个学院了。人生风景在游走，每当孤独我回首，你的爱总在不远地方等着我。哦，现在应该进入城区了，车多了，这边慢慢的车多了，房子呢也密集了，好在它这条路上呢红绿灯不多，这是个过街天桥。现在城区越来越近了，主城区了，这车就厉害呀，钻的。10月6号那一天，我走遍了几条热闹的街，只为了寻找一份礼物，你喜欢的生日礼物。就在你生日的那一天，我把礼物送到你家门前，你说不必了，不是说好了你分手了吗？你曾说过分手后还可以做朋友，我送你礼物却不接受，还叫我忘了你，从此不要再联络，让彼此都快乐。这个地方应该是南湖，我们现在穿过南湖大桥。过了南湖之后，城市的面貌就出现了。是那夜空中最美的星星，照亮我一路前行。你是我生命中最美的相遇，你若安好便是晴天。你是那夜空中。好，我们现在进入这个老城区了，这边呢叫做求索东路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秋色东路的情况吧。落叶随风将要去何方，只留给天空美丽一场，曾飞舞的身影像天使的翅膀，划过我幸福的过往。这里掉头，这里右转，这些年风餐垃圾
不知归途，错把异乡当成归宿。昔日故土梦里一幕一幕反反复复，入了谁的眼眸？